美国使臣望着无辜的同胞血肉模糊的样子，他愤怒地在想，可恶的大星，你们走着瞧。让我们把地点转一转，来到了日本。哎，到底日本和我们今天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？各位看官们，请自己瞧瞧吧。
使臣们向各国的使臣叙述义和团的恶行，这使他们义愤填膺。他们认为义和团侮辱了他们的信仰，蔑视他们的国家。不如美国使臣说，我们结盟为八国联军，一举攻下中国吧。八国使臣们无一不举手赞同，就这样八国联军组成了。衰竭无力的满清皇朝又能抵挡得了八国联军强势的侵入吗？八国结盟之后，联军们烧杀掳掠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朝紫禁城进攻，他们势如破竹的攻势令剩下空壳的中国兵败如山倒，中国老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在这个时候，光绪终于看见了分隔已久的珍妃。看见珍妃苍白的容颜时，光绪几乎感激得泪流满面。他感谢上苍还能让他们相遇。这时太监宣读懿旨。